尽管这两天长沙的气温是蹭蹭的下降，但剧组的拍摄进度并没有因此而拖延。前锋记者到达拍摄场地时，三小只正在补拍部分校园的镜头。为了抵御寒冷，三小只是装备齐全，热水袋、羽绒服、暖手宝一应俱全。尽管对戏时都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但一到正式拍摄的部分，都会脱下外套认真工作。停车！停车！您不要有后门啊！从九月开机至今，我们的少年时代剧组拍摄一共有两个月的时间了。从最开始的紧张不安到如今的适应，三小只的状态是越来越好。现场拍摄的几场戏都是两三条就过了，效率颇为高。灯啊，你搭档啊，哎，你别走啊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，什么中气呢？和上次探班不同，这次在拍摄现场的周围并没有聚集太多的粉丝，只有小部分粉丝依旧抱着和安保人员打游击战的想法，在拍摄场地附近驻扎着，一个个手里的长枪短炮可是颇有专业摄影师的架势。对于粉丝们的行为，现场的安保人员也表示颇为无奈。天气好的话就每天大概有一两千，天气少的话就一两百。粉丝自身来说的话也是很危险的，就是容易出现人身安全啥的，追星还是要顾及一下自己的安全。前锋记者长沙采访报道。